机检查出脂肪肝，去菜市场买两种食材煮一煮，帮你轻松告别脂肪肝。王大哥最近很是心烦。这天上班，前台小张看见王大哥愁眉苦脸的，就问王大哥这是怎么了。王大哥说，嗨，别提了，前几天陪媳妇去产检，说着也让我做做体检。这一体检不要紧，一体检就检查出来脂肪肝。王大哥急忙问，都是什么食材啊，你可得好好跟我说说，我这个身体可不能垮，马上孩子出生了，还得给孩子赚奶粉钱呢。其实啊，这两种食材很普通，就是菜市场经常见到的葛根和枸杞，你可不要小看这葛根和枸杞。葛根富含蛋白质、糖类以及黄酮类物质，可以帮助提高肝细胞的再生能力，对于恢复正常的肝脏机能以及促进胆汁分泌都有很好的效果。枸杞不仅可以养肝明目，其中特有的前茶碱还能够防止肝脏内储存过多的脂肪，可以有效缓解脂肪肝患者的症状。过了几个月，张大哥的脂肪肝症状不但减轻了不少，还经常带着宝宝出来遛弯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